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啊。各位现场的观众，各位这个屏幕前的观众，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他们都被 mute 了，有一个没有？有吗？有一个没有，应该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请在那个 chat 里面给我们发信啊，我们会随时来 check， 对，随时来调整的。好，那大家知道这个绍兴自古是文化荟萃之地，那绍兴有很多的宝藏啊，不要说什么兰亭啊、徐渭啊这些哈。我们今天就又为大家挖到了一个绍兴的宝藏，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汪金林老师。对啊，汪金林老师呢是绍兴天池书画院的院长，那他从事书画修复是有30多年了，可以说他是书画修复界妙手回春之人，所以我就在想哈，这个古书画到了汪老师手里都能够焕然一新，要是汪老师的笔能够在我们脸上也画一画，是不是我们也就不会年华老去了？好，那就接下来就有请汪金林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有请。尊敬的史馆长啊，尊敬的我们各位那个同仁啊，同道啊，我们女士们先生，下午好。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啊，我受许馆长的邀请，到硅谷喀斯艺术中心，我们来讲一段就是古书画修复的讲座啊，这个。对于古书画修复，一般的不是做这个行的比较陌生啊，因为我们接触字画的人他都知道，字画像这个人一样，他有年龄的，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他就要老化啊，有时人风化的，有人为制定的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修复的这一个啊工艺，我们来实现把它。就保存好啊，使它的这个老化的那个寿命更延长啊，这个就是我们是古书画修复的一个目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下午我们要谈就是古书画修复啊，这个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容，有什么内容啊，它的难点在哪里啊，是我们保证字画的应该要怎么来注意它啊，这方面我想老东啊，你们有一次面对面的，我们有一次交谈。我们先来看看古字画修复的几个要顾的几个关。第一呢，我们如果一个真正能达到一定的水平的一个古字画修复的人，他第一，他必须要懂。字画要有，最好要有你实际的收藏啊，因为你有了收藏以后，你有了东西以后，你就会去钻研，你就会去看啊。收藏对你的古书画鉴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一种基础作用啊。我为什么说是基础呢？没有这一个收藏鉴定方面的。这一个基础，你是不知道这张画怎么修，从哪里入手啊？因为每一张画的啊，全身的画拿来以后，它有不同颜色，有不同的朝代啊，时间也不一样，破损程度也不一样，它内容也不一样。如果你有鉴赏收藏的这一个经历，那么你就一眼可以定乾坤。你可以把它等时间啊，那么你接下来你时间就很好做啊。我们就是看这个古书画啊，我们就是看这个。第一呢，我们看见啊，就是如果你懂鉴赏啊，那你能够提高
这一个修复的人，他的眼界就高了。那么呢，我们往往有时候他拿来叫我们看画，他什么好，什么不好，画的好不好，他就不知道。啊，拿一张音视频来给你看，啊，王老师，我卖这，其实什么原因呢？他主要是在收藏方面没有到一定的境界。如果你到了这个境界，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画，什么是不好。这一个呢，懂修复的，这观念性的很重要，这是基础。 第二呢，我们要看见他那个，你懂收藏以后，你就知道每一张画的他这个作者的流派。你一拿出来看，哦，这个是无名派的，啊，这个是我们浙派的，这个是新安派的，啊，这个是扬州八卦的，这个是那个金陵派的。你这个一看，你就很清清楚楚，你这个画是陈准水的，啊，你懂得了他这个陈准以后呢，你知道了他。 画的一种风格，你就清楚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是流派，你很重要。啊，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如果你有懂鉴赏这个能力、眼睛的话，你就对这一个画家的画风、他的笔致、他的思想内涵，你这个作者你清楚。啊，你比如说，我们看九英的画。 与文征明的话，同一个时代都是在胡明画家里面的，两个人不一样。啊，文征明、唐寅的他们是非常有文化，啊，他出来的东西有几乎都是文人画里面的东西很多。啊，你看唐寅的很少落单款的，啊，那这些东西我们一看啊，他是文人画，文人画里面有许多的，啊，他许多文化内涵。 那么我们看仇英，他就不一样。仇英他是不大有文化，他的西洋史物特征。所以我们一看仇英的东西，他大部分都是仿宋元的东西，他就是以临别人的东西为主。所以他相对来说，他的思想境界没那个唐寅啊，什么文征明高。但是呢，他那个笔致非常好，他熟练啊，对不对？他这个技巧非常好。 所以你们学唐寅的、学仇英的话，碰到学那个文征明，他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用这个方面的笔法去看，那你必须要学收藏的一个功底。你有了这个功底，那么你学出来的东西就能够吻合他这个时代啊。这是第三方。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一个收藏第一部分，第二呢，我们还要看。 这个绘画光动收藏够不够？还不够。一个修复的人，你必须要会绘画啊。所以我们好多的古代那个裱画师啊，他们裱得非常好，但是呢，他修不好。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啊，特别是那个老的时候，哎呀，这个修得不好，为什么修得不好？裱画师他没有学画。 没有画画的这一个技能啊，所以他就裱不好，啊，他修裱得好修不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不但要把它裱好，更要把它修好，啊，这个是一个。那么修是必须要有一个绘画的技能，啊，我呢是从小喜欢，啊，画画的，我是17岁就开始喜欢画画啊，一直走传统的、纯正的这一条路，所以相对来对我这个修复方面。 起到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就是第四方面啊，绘画能够让一个修复的人懂得这个笔法很重要。我们知道啊，画山水呀、啊，画画鸟啊，我们画人物啊，它都有它的笔法啊。我们山水宋人怎么着，鹿角啊，画树根鹿角要下扎啊，一个往上跳，一个往后面走，对不对？那么人物呢是有。 啊，有游丝、游丝描、景线描，还有蓝叶描，或者有七线描，有丁德楚米描，有十倍描，对不对？那么总结来看，我们就看好，就是当你看到他那个笔法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准备，这是什么年代？啊，因为我们看字画了，准备啊，懂他的风格，我们是非常注重。你比方你大量的人物的游丝描，这个画一定高。 一定是源于钱的，啊，源于后的东西有景叶描出现了，景叶描中有什么很像
但是它粗一点点，到了松能松的时候，大量的贴现描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描法，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最早到什么年代啊？贴现描一个，现在我们那个美院的学的这个学生啊，大部分就是四种描法的综合体啊，由丝、景线、切线、定的处理啊，这个一个四个描法综合在一起，现在各大美院都在用，都还是在用这个。 所以你懂得这个绘画，那么你对你的修复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啊。一个呢，他能够看见你的画风，啊，看原著在这个画风；还有呢，你如果懂得你这个收藏这个里面的啊这个啊，我们看见他这个所有的这个画面里面呢，他的笔致啊，这个笔法与笔致也不一样啊。笔法我们是固定的。 啊，什么描什么描都对笔都固定的，笔致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啊，每一个人也他有心境，啊，我看这个陆宁沙他用画云啊云云流水，他用笔的是很潇洒，啊，有的人呢用笔很严谨，对不对？有的人用笔的很随意，像这个啊，像这个王碧红啊，他的笔的眼睛画啊啊啊的很随意，对不对？你看看他的乱七八糟的，他画的其实也很脏乱，但是你如果懂了这一个。 绘画画的人，他能觉得知道，你像彭天寿，我很喜欢彭天寿的东西。彭天寿是以笔作画，他画出来的东西天花能够，对不对？很光有光影老辣啊！这个东西是我老实说，在这个这么多画家里面，经验的画家里面，我是最佩服这个彭天寿的啊。他这个笔致出来是没有人超越啊，我们现在只能学他的笔毛。那么你如果懂了以后，一张彭天寿拿过来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潘老师怎么细笔，怎么下笔，怎么来？那么你补出来的东西啊，就很懂他能够接近啊，这是懂画的人必须要有的啊。那么我们看第五，就是绘画的人能更理解原著最的意境。我们看画啊，一般我们讲的是土画是看画，其实。 文者这来说，我们是翻译的文人的话，就是一是赏啊，我们到那个啊，史观上那个一直观来，我们是来赏画的啊，赏画叫什么？今天我们张书记先生画的这么多的原著的东西，我们是欣赏。还有一个呢是读啊，这个是很重要，画像文章一样，像诗一样，我们要读，读有什么好处？读就是。 告诉你他画家的意境，他的思想，他为什么要画这张画，他目的是什么，他都在告诉你。所以你懂绘画的人，你对原著界的这一个意境，你会了解，这是很重要啊。比如方面，我们如果你能绘画的人啊，那能够懂得、能够理解原著界的构图。 现在好多的画，它有缺失的，是不是？很多。我有一个画拿来以后，啊，有崩具兰花崩坏石头，啊，还有一块石头里面有崩了没有了，这种情况很多。但是你要看到啊，过去它没有的一个崩坏石头是怎么上的，啊，怎么生出来的，啊，怎么能够把它接上去？那么这一个接，你就要懂得这一个当时作者他是怎么时候怎么创作的。 他创作这块石头是意境是什么？他的临笔是什么？啊，那我当时有一张画，就是这样啊，他下面一个角就没有了，我把这个角都补起来，啊，反正就是不懂了啊。这个是我们在讲的是第一方面的骨质化修复与减上绘画之关系，这么说六个方面。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讲骨质化修复的五个要点，啊，画拉过来以后。 你怎么去手？你去看这个画怎么修啊？我们讲这个五个要点里面，我们先拉上来以后，我们先要看一看啊，它这个古书画常见的坡身线讲啊，古书画的坡也不中坡法啊，什么叫哪一个坡是怎么坡？这个坡身的线讲是。 有几个方面啊？我们看第一呢是折痕，什么叫折痕啊？就是断掉了
是不是这个情况很多？当时我们那个书本上也上当时记得的，就是断掉。啊，就是蛮好的这样东西，就是断掉，因为什么呢？保存的时候它不恰当的时候，特别是淡化的时候，这个人不注意。啊，淡化的时候不注意，很容易断掉。所以咱们老话呢当中呢，这个断掉的东西很多啊。我看看这个断掉是哪一种？那这张，这张画，我们看啊，这个这一张那个文征明。 当时在欧洲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中间就断掉了，啊，这个叫折痕，啊，一直断掉了，这个断了很多的，这一种破损，这第一种破损啊，我们看这个常见的折痕破损是很多的。第二种呢，我们看破产，什么叫破产呢？就是说有一块一块一块的啊，都有那这一个这一张是属于破产。 啊，它不是断掉的，啊，接下来也里面东西几乎就没有了，啊，又像稀化一样，满天飞。那这个东西是让人看了以后是非常的啊，我们就感觉到很懵的一件事情啊。你看，那么这一个破绽呢，这第二种，第三呢还有一种缺失，就是说，突然之间这张画里面少了一块，啊，这个我看看啊在哪里，我给它找出来啊。 那这一块东西啊，下面这个角没有了，缺失了，啊，这种现象也非常多，啊，有时候还要大，啊，缺一个山头，有时候缺缝个王字，啊，这还有呢，比如说那个我一张东西，他缺一个人，啊，那这个里面我补起来的那个人，他这个里面有个人，他这个头没有了，啊，那么看不见画面呢，对不起，啊。 我当时那看不见画面，怎么？你看，王老师，你继续讲。当时我一个朋友是南京不远的一个兄弟啊，他说我就是这么一张东西，破坏之破碎，啊，王老师，你看看能不能给把它复活？ 哎呀，我就看到这张东西，它不但几乎所有的毛病它都断了，啊，一个是有折痕、残缺、破损，啊，还有一个呢是，啊，我们看就是那个砒霜都有，是吧？你这张东西拿来以后，别人是想要多少钱都500块钱要卖给你了，对不对？这没用。但是我告诉他，我第一眼看见，我说我告诉他，你这张东西虽然破了，这张东西是真东西。 是文征明40多岁时候画的东西，但是呢，啊，我一个裱画师拿来以后，我叫裱画师，我说你先把它揭出来，啊，揭出来以后呢，啊，我说我再看这个情况，那么揭出来以后就这最后呢就造成这么一个强调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是破损啊，缺失，还有一个呢是砒霜，砒霜是什么东西呢？ 砒霜就是，啊，就是，啊，不来了。砒霜就是很模糊了，啊，模糊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上面摸啦，什么摩擦啦，就是这个看起来这个画在模模糊糊、很不干净、不清楚，啊，这叫砒霜。那么这个这几个毛病，它给综合起来呢，就是这四个方面。 那么，这是我们要审定字画的啊，破损的这一个四个方面啊，还有呢，我们要看原装裱啊，就是拿来以后我们看你的装裱怎么样，这也很重要。我们有好多那个对装裱的这种看，我们装裱从三个方面来看。 啊，一张画拿来以后拉开来看，有原装绢裱，就是当时比如张大千当时的40年的画的画，它就是40年的裱的，啊，对不对？比如说乾隆年间画的画，它乾隆的原装，我们一看没动过，第一次装裱叫原装绢裱。还有一种呢是历来历朝以来的。 每一次装裱 n 次了，但是呢，最后一次
必须它是在光绪年间上裱的，或者民国上裱的。这家是老庄老裱，是老的装裱，它不是原裱，因为它估计结构的，结构好几次，结构也许多破的，那么这是一种装裱法。还有一种装裱的，就是老化古画新裱。 古画新裱就是像我们学过这几下来的时候，我们裱的话，那就是称为古画新裱了，那么这大部分就是这一这个三个装裱的营生，你这个三个装裱一生，我们学画的人一定要记住，特别是像我们学画的人，最好不动原装裱的，我们相放设法的不要动它，在不动它的原装裱的情况下，我把它修好。 这个是非常高档的一个说法。那么，即使如果残破的它严重，它厉害，它本身的装裱也很损伤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它的命字。命字是我们裱画的，我们修复的是一个非常尊荣的一句话，命就是姓名。这张纸放在哪里呢？就是裱画的侧面的第一张纸，我们称为是拓纸。 拓背纸，这张拓背纸是直接关系到你这张画的好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张纸。所以高级的裱画师、高级的修复师对这张画的一张命字是非常举重的。这张命字好，你接下来你重新修复的时候，这张画你已经胜利了一半了。如果你这张命字不好，那很麻烦。你重置这张画，就是也可以一画，也可以四画。 这个名字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这个名字呢，我弄商标师，我经常跟他讨论，我说你一定要商标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名字，颜色做好，那么名字的保护，我们是从这么分的，从我的多年的这个经验，就是绢本，你给它圆的绢的颜色，这张名字的浅一分。 九分的颜色，为什么要浅一分？因为这个太浅，你容易露底。你这个画因为绢本的透是很深、很强的，纸本的透是反而稍微弱一点。是不是绢本透是强，绢本还要有你看起来是精微这起来的，但它一个小的小空。如果你这个命纸它浅了以后，它就露底。 就白茫茫的一片，你这个画就没有神气。如果你深了，那么你这张画就发不明亮。说这是一个考验，一个裱画师我们修复师的最大的一点。命字、绢本，你不需要稍微的浅一分就可以。它浅了不行，它深了也不行。而纸本呢，可以浅两分。为什么呢？纸本的 覆盖力是很强的，它的这个纤维比较紧密，所以相对来说，你浅两分对前面的光线照的这个都一概不大有影响。为什么要浅一点，而不会深一点呢？我们裱画的人，我们学画的人，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关，就是你修的时候有余力。我接笔的时候，我做底的时候，我有一个余力在那里，我可以重新再润色，慢慢慢慢染上去，快点。 吻合。如果你深了要回到浅，难了。浅一点到深也可能很容易的。这些是对于命字的这两种。那么我们看第四呢，我们要来看这个，我们看就是。 接笔与布施的几个方法接笔与布施的第四种是我们修古书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可以告诉你，从命字学会做好了以后，万里长征之下第一步。接下去的问题就是你修画就接笔的人了，你接笔像我是专门是专长的接笔的那么接笔是怎么接？接笔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这考验你的
神通功底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第一呢，我们记笔一定要，你记笔的人你一定要用原的原画的一个作者，他那个笔字啊，笔法要一致啊，唐寅要唐寅的笔法。我们知道无名画家唐寅他是学宋的啊，他前面的老师叫周成啊，周成后面他的沈周，他学的沈周都是学宋元的，他看唐寅的笔法有宋人笔意 啊。那么我们看文征明的，文征明的笔法大部分是元人的笔意比宋人多，文征明你学文征明的笔意大部分都是以文人笔比唐寅啊更文人啊。他所以我们看文征明的笔法他很棱角分明的很少，但是唐寅的笔法呢是棱角分明很多，他是这个圣人斧劈身啊，什么你去看那个在唐寅的几张画里面我们都看，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原则以后，那么你去画这个东西你去记笔的话就好容易多了。包括我们去看仇英的东西，仇英的东西你去看啊，明代已经有各寸插人点都前了，唯有仇英的东西很少有插的。为什么他不插呢？他是学宋人的，他奇怪了啊，他就各寸神点，他就是直接从宋人来的。所以你掌握了这个原则以后，你去绣这个球印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去擦，你一擦以后就不是球印了，你文征明有擦的，球印没擦的，球印因为他是学宋的，老是学宋，像一个画画的笔字当的习惯啊。所以我们要懂这个方面的这个技法，每一个时代不少代的技法懂了以后，我们去记笔是很容易的啊。我们看我有一张画是元代的啊，它是元代的由寺庙到元以后就几乎没有了啊。那么我这张东西就是你看这个记笔的时候就这张啊，这张东西呢是啊原画，它的风格呢它是学古代的，它这个人物是从古代出来的啊，它画得很好，但是它这个三松入呢我们一看那就是元人的啊，他的元人时代风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修的时候就是必须要牢记住的，你这个线条一定要留上啊，你上面盘的那个池鱼的头啊什么，当时我这个鳞啊已经都破掉了啊，已经不见了，那么我们要记起来。这一个工作呢就是你一定要在笔字方面与原作者一定要一致啊，特别是人物方面，你不一致马上就看出来，哎呀这个东西修上去。所以绣画弄那个画画是一个工作两个方向啊，等一下我们第三章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啊，一个工作两个方向。这第一个是笔法要一致，第二呢我们要看这个啊，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是原作者的气韵要相通。什么叫气韵相通啊？每一个人画画他的书法，他一个人一定画的时候一定有气韵啊，特别是张大千用的那个这种的画云的雨这个线调，他刷下来，你看他在青楼山色里面我经常在看张大千啊，还有那个陆念少的这个雨彭云的这种气韵，这种气韵是一个是不是成就你一个大师的唯一标准，非常厉害的啊，气韵生动啊，笔墨淋漓，就是一个大师级，对不对？往往我们的那个画画的人就达不到这一点啊，气韵不生动，生涩啊，对不对？看起来就是不贯通。那么一个学画的人，你一定要懂这个大师的吻合，怎么呢？你要学会这个笔字啊，要随意，这气韵一定要相通。气韵相通，那你这张画看起来就非常之神采啊。我有时候在鉴定字画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看见你这个画什么啊，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画画的人太多了啊，我们也有些拿来都是小名的，我们也记不住。但是我们看什么呢？真假就看气韵啊，一个气韵通的画出来一个东西合理顺畅的东西一定错不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气韵我们在这个啊绣画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点啊，这是一个气韵啊。第三方面呢，我们是意境是什么东西？意境
就是一个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的画的意境都不一样啊。你看我们看五代啊，五代的画的下色的，真的下色的都是在五代啊，啊，五代以前都是很下色的啊。到了那个五代到北宋年间，我们看到唐代，因为我们好多那个宅代的这个东西没有了，但是到北宋画园里面已经有一批临出来的东西啊，比方那个我们看那个啊，叫做洛神赋啊，是不是？洛神赋这种宋代的好多的画园里的话，其实我们过去看五代的，其实包括韩熙的院图，都是在北宋当时宋徽宗先后画园的一批画室临出来的。为什么要临出来？因为当时没有印刷的机制，要保存原作，要保存，所以要临。所以它的临出来的东西，我们看它的气韵，它就不一样啊。过去我们看气韵，第一啊，五代以前的人，他这个审美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过去是大房子小山，大人物小山，对不对？你一看，哦，我们现在看这不对呀、啊，这个审美不对呀、啊，这个山怎么小、啊？这个房子为什么这么大？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就怎么画的，对吧？你看了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啊、哦。这个东西你不会去提它了啊、嗯。现在这个人们被标准，我们现在这个人，男人是七个头，女人是六个头，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分的标准体型。古代不一样的，古代是有五个头，矮矮的。你看过去那个画个老寿星啊，是不是很矮？那个。比例不是不能等比的，这恰恰是古人当时的审美啊，这一个意境很重要。你懂得了古人的意境，你每一张画的意境你懂了以后，那么你去修的时候，你懂它就稳了，你就清楚了，对吧？我们现在看像这个刚才我们看的一张那个松下杠那个先后得陆儿少啊，这张画里面上面一个松树，下面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大，松树小了，山也小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其实是元代，它是放五代的这一种临五代的意境的这一种体现。如果这个人物再缩小了，这不是元代，不是元人的东西了，是当代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意境非常重要啊，我们懂得了这个意境，你去修的时候，包括你的用笔。那把你的点台，你的用的颜色，你都会很注意它这方面的东西啊。这是啊第三个方面。我们的第四方面呢，就是布色。那么我们看了这个意境以后，我们结笔以后，结笔是先把墨稿把它接起来，那么呢，后来要布色，光用墨稿不行啊。比如说我们那个一张，我们刚才看这张东西啊，这张东西我们前面松玉下面有一块白的没有了，这块东西就没有了，刚拿来的时候，对吧？那么这块东西我要把它旁边我给它接好，接好以后呢，那就动它已经吻合了。这个地方为什么有个弯？这个地方有一个笔竖的牵连的章节，它是怎么这个章节怎么来的啊？怎么画？那么你怎么画呢？你要从前面的上面的章节去对照一下，这个人画的时候他要习惯性动作。我们讲就是一个章节怎么画的，他一笔下来就什么啊，每一个章节都要习惯性动作。你把这个习惯性动作拿过来以后为你所用，那么你这出来的东西你就与它很吻合了啊。那么吻合以后呢，你就是告诉你布色呢，慢慢的就是从外面的钱的时候，我这个外面布钱号以后，大概我是来回要布十几钞啊，十几次，慢慢补，这个东西不能焦急的啊。好多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学画工笔画的人，画牡丹，他就损两抄三抄就纹饰了，但这个损出来的东西没用的啊，你不生动的。真的好的牡丹要损八次，一次一次的损，损出来全是粉糯糯，那啥劲啊！你要为我读，我哪根不晓得啊？这出来就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学画也是这个道理啊。你一张纸。现在我们这个张纸两边之间我们先不上，后面一张纸撑纸，但是我这张纸也慢慢损，我不是认八次，有可能我要认十几次啊，一次一次就是慢慢把它稳起来啊。这个是一个是时间与功夫的
无相之间那个积累啊，那么神怎么人呢？是有浅日深啊，一层一层的浅的上去啊。这个浅呢，不能要浅，这一个色啊，我这个色呢，我实际配的，实际调的，而且这个色一定要透，不能闷，不能有粉色的。你一有粉色的话，它从这个粉色就没用了啊，戴起来就死了。 这一个颜色一定要透，怎么才当能够透？所以我们现在的国画颜色的这个颜色都有，不多或少都打成粉色的。好多人他就不画，就直接用这个颜色拿来就是用，这是错误的啊！因为我这多年的这个学佛的这个经验里面啊，这个颜色千万不能用粉色，一打的粉色以后，你怎么弄你就输掉了，你知道吗？就蒙死啊，懵了，所以。 就比那个颜色呢要有浅则深，而且要透，不能打折折，啊，这是第一啊。那么第五呢，色彩的应该反复的叠加，反复叠加有什么好处？啊，反复叠加就是你容易能够凝驾，啊，能够掌握它的色彩的走向。 因为每一张古书画，它这个成就的色彩的度不一样，有发黄的，有发褐的，有一种呢发紫的啊，特别是越早的年代的人，紫卷紫，它是发紫，它为什么发紫？他们现在搞不清楚，这个卷怎么出来以后能够发紫啊？发紫什么原因呢？它现在氧化了。我们要知道这个。 绘画是有两种，一个是纸，一个是卷，是吧？卷是怎么来的？卷是笋的笋丝，商人是做的，对不对？这些来的。商人是什么东西啊？商人是这个笋是吃什么的？是桑叶的，是不是桑叶的？笋丝是桑叶的精华。所以当我们到笋丝到这个卷到一千年的，一般的人认为这寿命是一千年。 一千年以后，它就完圆了，完圆到商业的这个证据了。这个我们现这个卷破掉以后，一碰就碎，一碰就碎。为什么一碰就碎？就是商业。所以你懂得了这个东西，那么你一下是补的时候，你很好掌握啊。因为你过了千年的，为什么它氧化？氧化有越沉的时候，它包浆越厚，那它出来的东西发红，红是什么东西？就是过去。 几百年、上千年的人间的烟火气，明白吗？对不对？不要是我们搞书画的没有烟火气，你错了。我们就是靠烟火气熏出来的，啊，我们就是从烟火气，我们来看等它的对的，啊，你到了要什么样的烟火气，我们就知道你什么样的年纪，啊，这个是很那个，肯定一个是做不了假，啊，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这个兄弟。 我一看应该是就六十岁左右的吧，啊，对不对？也不怎么差不多是吧？啊，六十八啊，那年轻点，但是差不了多少，对不对？啊，我看人家看我，我也是六十岁左右的人，我撞那也不行，撞不一样的，啊，你就是这个年纪。我们看字画也这样，啊，我们看到哪个卷、哪个等等、哪个时间、哪个色，我们又看他的时间，又看他的风格，又看他的气韵，我们就知道到什么年纪。我给我老林给我找几年。 在那个叫哪个拍卖公司啊？这个这一张画大麻绳，我拉发给我，我当时还在绍兴呢，发给我，我说他说王兄有这么一张东西，跟这怎么样？买，我说没看见东西过，宝龙，我没有看见过东西，我叫他买，为什么现在我看器械我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到圆的，我没告诉他，我是圆的，啊，这买就买来了，这你要看这个东西什么看？ 就是这种这方面啊，我们就是说啊，色彩你要反复的叠加，叠加的时候你看起来哦，我红以后偏黄了，那么你加做加金黄，你偏红了你加金黄，那你就满反复的叠加以后，你的颜色就越来越红了，越来越红，这当文件的同一位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六点我们看，就是你补颜色一定要不适合粘它。 为什么呢？旁边你要照顾到原纸张、原的卷的焊接部分的过渡色很重要。
好多人我们去补画的拓点里面经常很难像外面这个这个沿边啊全部都都延出来了，再一看，哇，这个补的太难看了，为什么难看？它就没记好，没有焊接好啊。我们焊接这个是非常是考验你一个画这个修复者的一个功夫的，你不但这一个没有的地方你要把它焊接好，你有的地方你也要把它焊接好。我要一张那个那这张东西。 这一张东西的下面一个角我们要把它焊接好啊，它本来是没有了，那怎么把它焊接好？下面这个颜色要从上面的颜色要完全统一，因为下面这个这一张纸是白的，卷补上去的是没有的。当时二哥买回来，我这个有个朋友买回来以后，这个角不是毕竟是蒸了一下就没有了啊，拿到家以后我买的时候好好的拿到家也没有那个角，怎么办？那我再补呗啊，我就给他补起来这个角啊。 补这个角就这一个怎么补？那么这个里面这个就是焊接的问题，两边之间焊接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把这个焊接好，与你这个这张画的修复的成功非常重要啊。如果焊接的不好，那里面这个颜色再好，旁边的一圈没有焊接好。 你这张画看起来就看出来啊，你这个地方修复的，啊，修过的你比人家看出来修过的，表明你的修的不成功，啊，你修了以后要比人家看不出来。我们现在要用裱花师，我们一起去讲，就是我们一般有好多的裱花，我们要经验的这个万字画的人，你看我阳光里面啊，这个灯光里面我白面一打，啊，你哪个地方修过，你哪个地方不修过，哪个地方为什么你看得出来啊？修的人外行。 因为修上去的只有一张纸，对不对？修的时候只有一张纸，缺一张纸，缺一张纸啊。然后呢，没修的地方有两张纸，对不对？一张纸到两个张纸，当然你补了，补了以后你一照就出来了，就看出来了，对不对？那怎么办？补的地方一定要把它架好，然后呢，你再灯光照看不出来啊。这个是多年来引证的一种那个。 经验啊，这个东西教科书上也没有的啊，都是实际上人家摸索，不断的摸索就能够创造出这个效果哈。这我们这痕迹很重要。那么第五，我们要讲修复中的那个灵类啊，修复中的灵类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修复有一种非常规的修复啊，我们现在讲的工。 刚才讲的是都是常规的修复，还有一种非常规修复的，是什么修复呢？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这里看啊，就是我们第一讲讲的是无为有去有为无啊，第二讲的讲的假叶假作真实真亦假啊，这里讲错一个假作真实真亦假，那么这两个是原来是《红楼梦》里的一句诗嘛，对不对？我们看假。 那个，赵西京写开始的时候，曾子英做了一个梦啊，他就是对那个贾雨村讲的这句话啊，这句话就是讲了两次。《红楼梦》到那个贾宝玉去有他去元京的时候，也是这么对啊，也这一副对联，所以什么？这能够表示中国的哲学思想啊，有。 与无假与真都是相对应的，有些时候的对立的统一啊，不是我们好多的人买字画买一个老的假的什么东西，我们一 pass 了，哎呀买个假错了，有些东西假的里面真当真，真的里面不一定是假，这现在有好多呢，里的有许多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一张画拿来也一看哦，东西是老的。 这个款不对呀、啊，款是过去古人贴上去的啊，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对不对？就真款假地啊，假款。这个情况为什么呢？看我当时买过一张画的日本同盟啊，这张东西呢很大啊，要112公分宽，1米87高，一张山水非常漂亮，真山水啊，但是它没款啊，为了那个卖字画的人为了挣钱，那个是也是清代的时候。 给他添了个赵王府的款，哇，赵王府一块钱们当这个士兵同盟买了
我拿到书以后，我就跟朋友讲，我说你给我买没人要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没人要？人家一开始讲话，张曼富风格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看的是真话，为什么呢？取了张曼富就是真的，谁的？青林画派的吴红的，非常好，大特色，吴红的东西添一个张曼富谁要？人家也可以张曼富不是张曼富风格，那么我拿回来也只要把这个张曼富挪掉以后，这不就是吴红的吗？对不对？ 这种现象多不多？很多，我们称为是无为而去，啊，有为无。其中不论呢，是一个假之真是真亦假，这两件之间的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统一的问题啊。我刚才有一张画，啊，这张东西我再翻一翻啊，那这张东西，这张东西的，啊，这张画是我刚才买回来，这个朋友买回来以后呢，他是有一个款叫球鹰。 这个地方有一个球鹰的款啊，我们看到了叫鹰的款啊。人家是当假画买回来了，因为真画的话，如果这张东西，因为这张东西的，我们称为是宫廷的拓落画。什么叫宫廷拓落画呢？它就是宫里就是像故宫啊，比方在那个圆明园啊，这个王家园林里面就是挂在墙壁上的装饰画。这种画都是过去都是宫里面的宫廷画师画的，啊，画好以后呢就装饰的。这种很多的。 比方讲那个永贞的神奇废纸啊，什么东西啊，都对不对啊？那么它画的这个东西很多很多，其中这一张这张画呢是晚清的。为什么说它是晚清呢？就是一个它那个颜料，你去看啊，已经发黑了。为什么颜料会发黑呢？好多人点点吃饭认为哦，你看我这个颜料都发黑了，都这么老了，记得错了。乾隆以前这个颜料白的颜料都很白的。 为什么呢？它都是矿物颜料，到宋代的颜料更好，它用珍珠粉里面，要珍珠的粉在这个里面做白粉的，啊，那么乾隆已经到乾隆以后呢，国民打开以后呢，国外的一个钛白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锌，铅粉做的，铅粉做的颜料，已经进来了，进来以后呢，用在这个画画的白了，瓷器一缠，铅粉完全了，外面一层就是有铅了。 啊，有了铅以后呢，反而有我们一看这个黑黑的，年纪不大，啊，所以这件事我身份上年纪不大，我说已经用铅粉了。但是呢，宫廷里的话，我就告诉他，你这个，他说王老师怎么办啊？这个里面添了个球鹰，可难过啊，把它挖掉啊，你跟我讲，我说不用挖，挖了以后你身上你的那个倔，啊，我不，他不用挖你怎么办？那我就麻烦，我说我给你做起来。 啊，我就下面看了看了，我就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多？下面有一块那个小的，要几个草啊，这个草我引起我虫子了，这个草我把它移到，我重新把这个草给它画多了，扩大了，把这个球鹰这一个把它做起来，好了，啊，那它出来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呢，既不身上你的那个卷，我要给你补好，看起来东西也多了，看起来也好了。 整个画面还是比较吻合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啊，就是无为有取，有为无啊，就是没本来是没有的，你非要去贴一个款，坏了，有了，有了之后呢，还要给它回到没有啊，无为有取有为无，对不对？没有了，没有确确实有啊，过去有确确实没有。 啊，这个是中国传统的最后的名啊。这第二呢，我们看见假作真是真亦假。这句话呢，我们在这个修复古画里面，我用了很多啊。啊，假作真真亦假，这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这一张画啊。这张画当时原来拿过来的时候，中间有这么一条，这一条东西是民国的时候装裱室外行。 把这个东西用胶贴死了，裱花是什么也拿不下来。他说：“王老师，我实在拿不下来，怎么办？”我说：“你不要拿下来了，我只要把这一个墙，我把它做起来。然后呢，我从此也在墙上，本来是这个上面是没有那个石头的，这上面没石头的，这个后面这个石头是我加的，啊，把它石头加起来，然后呢，把后面的这一个比较烂烂的一条那个石头把它引住。” 啊，这个引度本来是文征明本来是这个没有的啊，这条没有，我给他加到河里，加到你不知道，加到于
文征明是一个母数，啊，这就是我们看见啊，叫做假作证是真也假啊，对不对？那么这本来是没有，我现在给他有，啊，有可能其好像是假的，不是文征明的呀，是你的呀，但是我要把它隐去，不然我不让我实际的东西写出来，啊，放到那个文征明里面去，让文征明。 我代替文征明，啊，尤其小的给他创作，啊，这样的话呢，你看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吻合了，啊，又把这个下面一个条去不了的条，把它去掉，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前面啊这个五个，就是普通话修复的这一个五个条的事情，啊，现在呢我们也要看看最后第三个。 古书画修复的为什么这么重要，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呢，第一呢，我们有文化上的好的成团，对不对？古书画大部分都90%都不破的，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恢复好，恢复到尽可能的原貌，对不对？这是我们当代人需要的放在肩上的一个重任，很重要啊，要做好的。 对不对？特别是我们讲许会长啊，他真是又能力又智慧啊。那么他这个就是在美国也很方便这方面，这个所有的这一个文化的纯正这一个重任啊，都放在他的肩上，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也是老实说是风景无量的这个事情，是吧？那么中华文化啊，中我们现在西方文化之间，我们有同步的，也有分支的。 但是我们能够把同步的东西把它做好，啊，这是作为我们的文化工作的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第二呢，我们可以艺术上的保护，对不对？一张画，我老子是有些画，这人有种我能力所十几万的也啊画费是，但是好的话，我求着他修，我说你不给我钱没关系，我给你修，你说我不修好了，你这样画就画了，你就没用了，丢掉了，对不对？多可惜呀！ 对不对？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你把他这个画修好了，是他一个有毛病的、病得膏肓的人，你跟他无故来了。对一个医生是怎么讲的？医生不可能在脑袋的时候在那给你讲价钱，你给我钱，我给你开刀，你给我钱，我给你医，不是的。我们学画的人是这样，啊，真正的好画，我是不计价钱的，啊，只要在我手上，我给你做好修好，那么修好是我的职责，这很重要。 啊，至于钱不钱的事情，再说，啊，看情况的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这上的更好的保护，这是我们书画修复者是一个责任。那么第三点，我们看书画师生的价值，对不对？你一张这么破的画，卖多少钱？有几个价值？没有价值，对不对？给你500、1000美金的话，你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晓得这个呢，那不是1000美金的了，它是150000人民币，啊，它的价值就是这个里面就体现出来了，啊，这个价值也是我们许多的人都非常感兴趣的，特别是我也感兴趣，但是对不对？啊，你最好的老师就是用金钱奖励你，对不对？你修完了以后，你觉得啊，能够挣钱，又能够提升实际自我的价值，都好，所以。 我们不要创老子创高调，我到美国来，我第一个给我的一个感想，很务实，不要面子，啊，我在这个绍兴呢是老是要面子，通常他给你面子，我们好多的人去了，先今天有请啊，许会长，今天我请你吃饭，许会长第一个是考虑今天我坐在哪里，他要考虑过的，他说你坐在那个哦。 学长旁边啊去，如果你坐在这个旁边旁边旁边，他就不去了。为什么不去了？他对我不尊重。你看看，对不对？啊，特别像那个神仙啊、朱记啊，你们那边有个机会，我去了以后，吃个饭呢，真是李先生哇塞的，对着像太阳高，吃一点点，啪啪屁股就走了。我到这里来，我就不一样，感觉到了，老子告诉我，他说要节省啊，这个东西你消费一定要打包啊。我过去没有这个习惯。
这是我文化层，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是急着我告诉你，你们的家的更高，你不要因为我花了钱，我随便去处理，我看看这些是表现的死我，真正的我，对不对？有的人说，哎呀，你们不要担心哦，担心要多俗气，我告诉你，就是你们越是想俗气的人，不想担心的人越要钱，对不对？ 我问这个两个画家的看一瓶是多少啊？上次我一个画家他说好了去搞个笔会，啊，这个一万块钱也给他画一张，他就画了这么一张拿过去了。人家他说老师啊，你就给我画大一点，拿了一张小的撕了就走了。你看看你不是赚钱吗？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我们这个书画的师生家的提高，也是作为我们收藏者，作为我们修复的师生的提高，很重要。 对不对？我们也不讲客套啊，对不对？讲实在，对你在你实行的提高的时候，你的含金量就会低下。你是书画不提高，你也不提高，含金量肯定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这个这一次我们啊，用徐坤章邀请啊，时间也到了，我们已经是2:30啊，我们当时教授也是2:30左右，那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要许多的朋友到这里来啊，来听我的这个讲授啊。其实啊，我们这个作为泥人啊，我们是为泥人啊，泥人啊，说的好听一点啊，我们泥人所谓唱戏的、画画的，都是为了泥人啊。泥人高一点，艺术家，对不对？泥是什么啊？唱戏的靠嘴，画画的靠手，对不对？都是要靠手，手上功夫啊，手上功夫出来的东西叫泥。 你是不是一定要老师教的？老师教出来教不好的，大师名下无大师，记住了啊！你不要这个我是谁谁谁谁谁大师名下，大师名下都小家，为什么呢？啊，生活上大树下面好乘凉，艺术上大树下面死翘翘，<笑>啊，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要当大师的牌，我就是大师，大师谁是大师？上帝是大师，对不对？师法是人嘛，师在哪里来的？师在是上帝扫的呀，对不对？我们要把上帝扫的这一个师人作为你的老师，那就是厉害了，啊！所以我要让你们大家这个。 就是讲的这些哈、啊，就是讲这个古书法修复，古书法修复的有许许多多个难题，但是呢，也不是没有人是可对照的啊，也没有什么那个装帧可去压掉的，都是每一张画都是你的师傅，都一张画一个像看毛病一样的啊，每个人毛病都一个毛病没有的，不用说连个别人都不一样啊。 都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医生研究你医生好不好，就是凭经验。我们修复书画也是凭经验，对不对？你多了，看得多了，好多人就问我，他说：“王老师，你这么伟，怎么看字画，怎么这么是一眼等金分，怎么的？”我说：“熟悉呀，熟悉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鉴定字画，我们修复字画，你就是对字画要熟悉啊。我对老林很熟悉，老林很呛一声，我知道了，今天老林来了，你不用看人的。” 那明外面叫呛一声，我就知道了。他咳嗽一下，我知道。哎，老林，对不对？为什么呢？他是熟悉，字画也是这样。我们看字画，我们收藏字画，我们鉴定字画。其实我们不要拿那个手电筒啊，我告诉你，你去看古玩展去照啊，玩的搭的西皮筋搭的手电筒的人，都告诉你是外行人。<笑>你信不信啊？你去看古玩展去走的人，拿那个西皮筋去哗哗哗的，那里论照的人，告诉他都是外行人。 内行的人怎么呢？手都上眼睛的，你把他拿一个子弹笔筒，他不用看就摸出来就摸着了，一个子弹笔筒，不用看，他就知道，过来以后找就瞄准。我有一个朋友，我当时我在开店，法国人，20多岁啊，我看不起他这个，啊，那个王德发的洋洋洋洋，他这个他过去我们店里开店的时候，他经常来，进来以后他摸了我一只头像子弹，摸了以后哗啦一转。 这个手势那个我了啊，扫兴了。我坐在旁边，我站起来了。我看这个人外内行人，<笑>对不对？潘大老爷过了大岁，他说：“侬不闪得过？
我在那个上写的修古的啊，这个箱子呢已经修过了，它是玻璃，那个各个都在箱子，你修过了，他说我现在法国人，他说我现在法国在中国已经待了17年了，我专门是王法的时候，哎呀，我太厉害了，我说好了好了，这么厉害，你说你知道多少钱就多少钱，我卖东西就卖给你两行的，啊，他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置换员是这样。 那吉，我们过去看那个吉本，他很自夸啊，他的吉本是不得了。我现在看个吉本，这不算什么。我们看都不用看本子，拿上来我看个表的，我知道你是什么哪里来的表，是不是？你是天津话的、上海话还是南京话、苏州话？一看就知道。啊，看了这个表的，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菜园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在古书画的修复啊，我们就回顾一下，就是从三个方面，五个大点。 修复的那个画的里面有五个大点，这个五个大点里面，我们能够把它啊，定位好，理解好。那么你这个修复已经施工分配了，啊，你也是以后知道了，我这段东西要怎么修，大概要花多少钱啊？也不会给人家宰了啊，认为哎，花多少钱？你看了这个修复，我要这个修复啊，这个修复不难的，王老师，那我你只要给我拿个地方贴几个条，拿个地方再修一下就完了，你先开钱，对不对？啊，他懂，啊，我现在叫你们这个修复也不是要求你们去修复，要求你们买了这个东西以后，你不要认为哦要破了就不要了，那个了破又破的好处，你可以买，啊，我们我有写过写本。 花了7年时间，我写了一本书，叫《简陋》，啊，《简陋》不是说小聪明，啊，我有个朋友，我发过来的时候，他就给我递个公告，他说美国人的思维不能写简陋的，简陋就是你投机取巧，啊，投机的意思。但是中国人对简陋的恰恰告诉你，你是一个道上很深的人，对不对？是别人不知道的，你知道了也再告诉别人，让别人知道的过程，你就是个简陋的过程。所以。 这个问题我如果要翻译的这个翻译的英文的话呢，我还要用一个这个人，我要好好磨合一下，啊，把我这个简陋这个事能够翻译成美国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对吧？所以等一下我们各位那个同工啊同道，那么能够在帮忙之中能够来听我的讲座啊，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个古书画修复的三大要点，五个细点啊，希望你们能够有对古书画。 方面修复方面有很好一个非常深的印象，是以后你们买东西以后啊买回来以后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来问我啊，我会给你出方案啊，怎么修啊，修到什么个份上啊，能够修完了以后，你这段东西有怎么出彩啊，这个是我现在讲授的一个目的啊，希望。 你们能够喜欢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然后我们可以跟王燕交流交流。